天厨来了，天厨了。女星遭爆机场耍大牌，坐电梯要求进空旅客网炸锅。中国网友昨爆料，遇到女星在机场耍大牌。天厨来了，天厨了。某位女星搭电梯要求进空，保镖将电梯里的旅客统统赶出去，旅客生气气不让她谁，这下尴尬了。刚好隔壁电梯来了，工作人员赶紧拉着女星去抢占。微博网友炸锅，到底谁这么大牌？就有网友指是女团出身的演员陈潇。不过爆料影片注明是三字女明星，现场也有人大喊：女生演员，这边。原来是陈潇前队友兼同事的吴宣仪，陈潇粉丝怒了，认为是吴宣仪粉丝刻意黑，演变成双方粉丝网路大战。遇到这种同事倒大霉，陈潇不要来蹭吴宣仪。经纪公司赶紧发声明，陈潇、吴宣仪两人都没有耍大牌，涉及工作人员不是艺人团队成员。